南丫海難九週年，有死者家屬批評，至今未有政府官員要為事件負責。九位海難死者家屬發公開信，話39個死者嘅死亡證終於批出，不過對當局調查多年，仍然未能啟動起訴程序感到無奈，又批評沉船成因未徹查，每一位政府官員要為南丫海難負責。 運輸署同警方嘅調查報告未公開，批評港府拒絕善後，家屬被迫向前看。